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今天是2021年8月21日，星期六。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塔利班的胜利这件事情对国际局势造成了影响，主要是想说一下美国现在他们众叛亲离的情况。那前两天呢，我做了一个视频，题目呢就是"美国众叛亲离，中国万国来朝"。有的网友是说呢，这过分了，太夸张了，没有，一点儿都不夸张，一点儿都不夸张。我这个视频就跟你说一说美国如何的众叛亲离，然后先说一下中国如何的万国来朝，当然是万国要打一个引号了，不是说万国，这世界上也没有1万个国家呀，对不对？满打满算100多个国家。那在塔利班取得胜利的这几天，星期天的时候呢，他们进入了喀布尔，然后从星期一开始吧，对不对？星期一到星期五就这么5天的时间，每一天都有2、3个国家给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打电话，态度呢主要是有一个，就是和中国来沟通对待塔利班政府的这个态度。他们都是赞成中国对塔利班的这个态度的，就是呢，希望塔利班能建立一个和平、开放、包容这么一个政府。换句话说呢，如果塔利班按照中国方案来建立这么一个政府，那他们就会支持，对不对？而塔利班现在他们所做的每一步都是按照中国方案来进行的。这5天以来，每一天都有2、3个国家给外交部长打电话，然后他们除了说这个塔利班这个问题以外，他们还表态支持中国冬奥会。我们要知道呢，在几个月以前，加拿大就带头来声讨中国这个冬奥会。那这段时间以来呢，这个声音就不断的有。以美国为首的呢，就积极的在炒作这个问题。前两天的时候呢，他们竟然还说什么？说这个冬奥会呢必须抵制，因为中国不仅在新疆种族灭绝，还压迫中国14亿人，让中国14亿人都没有人权。那这个华春莹在记者会上就说了："中国14亿人啊。"中国14亿人就包括我呀，我怎么没有感觉到我在中国被压迫呢？是不是？中国人民幸福得很，中国人民拥护中国政府拥护得很，比你们美国受欢迎得多。而且呢，这几天打电话这里面。包括这个土耳其，我们就知道这个土耳其呀，因为这个恐怖主义这个问题和中国之间是有冲突的，因为土耳其他们是新疆这个维族穆斯林的一个，怎么讲，一个聚集地啊，或者中心，他们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经常是中国反恐，然后呢，土耳其那边会传来。不同的声音，相反的声音，但是这一次塔利班胜利之后，土耳其就迫不及待地和中国进行沟通，而且呢，这个意见是高度一致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英国，英国我真的是没有想到，我在我的视频里面反复说这事儿，没有想到英国能这么快地和中国进行沟通。赞同中国的这个阿富汗中国方案，而且特意点出来会支持中国冬奥会，一定不会抵制中国冬奥会，我真的是没有想到。然后昨天的时候呢，意大利的外长又跟王毅通电话，内容基本上也都是一样的。这些能不能算是现在万国来朝？有没有万国来朝的这种趋势，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很明显的，中国现在越来越成为了这么一个中心，
世界的中心，是一个可靠的、可依赖的、主持正义的、有正义感的、说话靠谱的这么一个大国。好，这是一方面。然后我们就来说这美国。美国呢，我首先呢，我就想说一下关于这个疫情。美国的疫情呢，它是越来越严重。但是呢，我就看到这些日子呢，好像他每一天也就是十几万的确诊，没有很快的突破，上升到20多万、30万、40万，没有。我觉得说，哎，这疫情好像蔓延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呀，真的是疫苗起到的作用吗？那从昨天开始，我就看到美国的这个媒体，主流媒体哟。而且并不是右翼媒体，而是左派媒体哦，民主党这边的哟。NBC 呢，好几篇文章就说现在美国的疫情啊，不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就是检测不足，他们不检测，所以现在所看到的官方公布这个数字呢，很不真实，不反映真实情况。还有呢，就是美国现有的这些，到底是不是说全都是没打疫苗的？但是我也看到另外的声音说撒谎，这里面有很多都是打了疫苗的，欺骗。前两天的视频我就说了，从他们这个死亡的人数来看呀，他确诊的人数绝对不止这些。因为他死亡的人数一直在上升，这个礼拜以来，每一天死亡的人数都1000多，而且呢，每一天都在上升。星期五的时候，他们死亡的人数达到了1500多，而且他们说呢，这里面相当大一部分是儿童，这个情况呢是相当严峻的，但是美国政府好像是有意的隐瞒这件事情，CDC 公布的这个数字呢和事实不符，人民表示怀疑，而且美国那个反对疫苗的声音呢，有很多人就说，我并不是说不相信疫苗，美国政府就是说这是阴谋论嘛，那有的人就是说呢，我并不是不相信疫苗，我只是觉得被那些制药公司、疫苗公司给骗了，他们不可靠。那现在美国说9月20号要开始打那个加强针了，这本身就说明问题，前两针它不好使，所以要打加强针。这个事儿呢，我们从1个月以前，就那个阎立梦，他上节目之前，由美国情报官员来给他培训。来教他上节目怎么说，就跟他透露了，说辉瑞疫苗它的有效率。我一直就是说，阎立梦他所透露的这个信息呢是准确的。阎立梦啊，他就是得意忘形了，他就觉得他牛的不得了。美国情报机构的官员在他上节目之前亲自来跟他交流，可是呢，这个阎立梦脑袋瓜里不太好使。他不知道把这个，如果是向全世界透露以后，像我韩梅这样的，还会得到的一个信息。第一呢，就是美国的情报机构教这个阎立梦如何说来攻击中国。第二呢，就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跟阎立梦所透露这个信息，他们没想到阎立梦会大嘴巴。在这个露大脑袋的节目里面，就全都是吹牛，全吹出去了，能让我们看到关于疫苗有效率的这个问题，美国政府没说实话，私下里说实话，私下里说实话，公开不说实话。好，就是关于疫情，关于从阿富汗撤军的这件事情，那美国的那些两党现在一致来讨伐从阿富汗撤军这件事儿，美国的媒体，两派媒体，右派和左派，这两派的媒体都在指责这件事儿，
而且呢，说的是相当的露骨，说美国迟早要抛弃台湾，美国是一定会抛弃台湾的。不仅如此，今天我还看到，美国的军队现在也反了，有一些军人他们就集会，声讨美国政府，然后他们就说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在伊拉克。我们在阿富汗，我们在叙利亚流血牺牲，舍家撇业，我们为了什么？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到最后，实际上是谁受益呢？是那些石油公司受益，是那些武器制造商们受益。告诉我们说呢，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我们去了以后根本就没有，全都是撒谎骗我们的。然后那些军人呢，有的人得好几块那个勋章，有的人得一块勋章。那些得勋章的说，给我们这些勋章有什么用？然后他们就把那个勋章就扔了，即使勋章我们不稀罕，全都是撒谎，全都是欺骗。这是美国的军人啊！最近呢，我就在看中国拍的一个电视剧，叫《觉醒年代》。《觉醒年代》这个电视剧真的是拍的特别的好，我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去看看这个电视剧，拍的太好了。现在在国内呢，收视率也特别的高，说是在豆瓣网上的评分是9.3分。这是很高的一个分数了，尤其是在正剧里面，非常高的一个分数，演的也特别好，拍的特别好。里面讲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前的，从陈独秀发起这个新文化运动开始，这段历史呢，说实在的，我们从我们的教科书里面所了解的非常少。然后这个电视剧就给我们补上了那一课，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然后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我想到了是哈，这个电视剧叫《觉醒年代》，我看到美国进入了觉醒年代，尤其是他们这个军队啊，他们的军人，美国发动这么多的战争，这些军人到底是为什么撇家舍业，到海外，到人家的国家去打仗？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是不是政府告诉他们的那个原因呢？是不是要达到政府告诉他们的那个结果呢？美国人开始觉醒了。好，这就是美国国内的情况。你说算不算众叛亲离？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国国外的情况。拜登上台以后呢？就到处去拜访他那些盟友，宣称说美国回来了，因为以前川普都是不断的退群嘛，从那些群里面退出来了。拜登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又回来了，对吧？那是不是说美国现在在他的盟友里面是更有凝聚力的呢？还是说更离心离德了？我首先就想给大家读一下，我刚才说了，美国国内的媒体，甭管是右派和左派，都是在批评这个政府。现在美国国外的媒体也都是在批评美国，检讨自己，甚至批评自己的政府。这里面最欢实的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 BBC。BBC 最近呢，他们关于塔利班。关于阿富汗的这个报道非常多，也有非常多的这个专家出来发文章来讨论这件事情。现在呢，我就挑出来一篇文章给大家读一下，这是 BBC 发表的，是谁写的呢？是一个叫乔纳森·马库斯的写的，他是谁呢？他是一个外交事务分析师啊，他以前是 BBC。防务与外交事务资深记者，他写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
阿富汗局势、塔利班回归对国际秩序有何影响？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美国的盟友写的。如果是别人写的话呢，那可以说是有立场问题。可是呢，这是美国的盟友。好，他是这么说的。在拜登政府急于退出阿富汗的同时，各路专家和分析人士也迅速做出了一个判断，他们大多严厉指责美国总统的这一决定，认为这不仅没有必要，还是对在阿富汗服役过的军人及阿富汗人的背叛。请注意啊，BBC 的这位专家说呢，各路专家和分析人士迅速做出一个判断，他们大多是严厉指责美国总统，认为这是对阿富汗人和驻扎在阿富汗的军人的一个背叛。但是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军人除了认为美国政府对军人是一个背叛以外，他们认为这些年以来就是被美国政府给耍了，全都是谎言和欺骗。然后，这位 BBC 的专家说，而喀布尔机场传回的令人心碎的照片，又只会强化这个判断。大家在这件事情上投射大量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西方国家在阿富汗投入了大量的鲜血、时间以及金钱，阿富汗人民在其中的投入更是要多出许多。我们就从这位专家的这个表达，他这两句话里面，我们能不能得出来一个结论？美国现在众叛亲离，能不能？我还要插一句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上个礼拜，英国的国会议员们，他们在英国的国会就对美国大肆的进行抨击，同时也抨击英国政府。他们用的词用的最多的就是"瞌睡"这个词，"瞌睡"这个词是这个拜登的一个标识性的，对不对？他们就认为拜登，还有他们自己的首相，他们认为他们就好像是在开车握着方向盘的时候呢睡着了，做出来的这些决定呢，都是对他们自己是一个羞辱，对别人是一个蔑视，一个不尊重。我们来看这位专家接着说，我们很难反驳那些批评拜登政府贸然离开的声音，阿富汗可能确实已经无药可救。你看，他们就承认这一点，他们无药可救，该国的治理体系可能缺乏代表性，还腐败丛生。但这些问题只能突出一点。即阿富汗并不是在过去2年间丢掉的，而是在过去20年。此外，匆忙离去的决定还被认为是对美国信誉的一记沉重打击，信誉扫地了。这会影响美国作为伙伴的可信度，以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道德地位。这如何可以呼应拜登就职时吹响的"美国回来了"的号角呢？许多人将当前的形势与越南相提并论，二者都出现了直升机将美国公民从一个沦陷城市运送出去的场景。各大报纸头版很难无视这种相似性，但除了这种类似的表象，二者之间还有许多重要的不同之处。南越是在美国军队离开约2年后垮台的。尽管美国看上去也的确期待着阿富汗盟友可以独自坚持很长一段时间，越南当年令美国自惭形秽，令美国的民意严重分裂，还打击了美军的士气。尽管越南成为了美国在冷战主战场以外的一个悲剧，但美国仍然取得了冷战的最终胜利。北约组织的力量没有被削弱，美国在全球的盟友没有未必对美国支持的期待，美国仍然还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超级大国。请注意啊，他是分析呢，就是越南和这一次阿富汗不一样，越南的时候呢，当时
对美国的民意造成了严重撕裂，还打击了美军的士气。但是呢，冷战，美国还是胜了。北约，美国的盟友呢，还是对美国有期待的。但是这次不同了，我们看他怎么说的。他说，阿富汗则全然不同。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内部分歧与越南完全没有可比性。虽然阿富汗行动在美国国内没有得到多少支持，但并没有大型集会反对这一决定。更为重要的是，进入的国际格局与上世纪70年代相比已大不一样。美国甚至是普遍的西方世界介入了多场竞争，但很少成为彻底的赢家。阿富汗的崩溃可能是所谓反恐战争中的一场灾难。但在更大规模的民主和威权主义的冲突中，华盛顿的失利只能被看作是一场严重挫败。莫斯科和北京会对这个局势露出微笑，至少目前是这样。西方用来传播民主与法治的自由干预主义模式，或许已经在阿富汗经历了破坏性的实验。目前看不到人们对未来采取类似做法有什么兴趣。华盛顿那些参与阿富汗行动的盟友们也感到沮丧，他们感到非常失望，甚至连一向爱惜他们同华盛顿所谓特殊关系的英国内阁大臣们，也已经公开对拜登总统的决定表示批评。而对于美国的欧洲盟友而言，这凸显出他们对美国的严重依赖，以及当白宫决定做一件事情时，他们的意见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对西方世界的坏消息就说到这里吧。北京、莫斯科和伊斯兰堡的微笑又可以保持多久呢？巴基斯坦当初出于自身地缘战略考量，扶助塔利班并为其提供避风港。但如果塔利班的二次统治让历史重复上演，即再次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避风港，那么巴基斯坦可能会发现，该地区日益动荡的局势会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中国乐于看到美国的失利。的确，如果拜登离开阿富汗的决定是为将美国的国家力量重新聚焦到对抗崛起的中国上。那这个动作绝对给了中国一个在阿富汗和该地区扩大自身影响力的机会。然而，中国必然也有自己的担忧。中国与阿富汗有一小块边境接壤，中国正被指控积极迫害其少数民族穆斯林人口，也必定会担心反北京的伊斯兰主义恐怖分子可能会利用阿富汗作为一个基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最近几周在外交上急于讨好塔利班。这个话说的就不对了，不是中国讨好塔利班，是塔利班依赖中国。俄罗斯也必定同样担心动荡与恐怖主义会卷土重来。莫斯科现在的自我感觉或许会比以前好一点儿。因为同上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的境遇类似，美国如今也在阿富汗部落武装身上遭遇了挫败，但俄罗斯的主要利益在于中亚地区的安全，这个区域的许多国家是莫斯科的盟友。今年夏天，为展示其防止阿富汗政府垮台导致的任何溢出风险的决心。俄罗斯在军事演习中将坦克开到了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的前沿，因此短期来看，阿富汗局势的崩溃必定有利于西方的对手，但他们的态度原本就不会有任何改变。真正重要的是，这起事件在华盛顿盟友中间造成的影响，他们会从阿富汗事件的经历中汲取怎样的教训？在眼前这场危机之后，各北约国家、以色列、台湾、韩国和日本是否会认为美国作为伙伴的可信度有所下降？
如果他们这样认为，那离开阿富汗的确将被证明是拜登做的一个致命性的决定。现在已经证明了美国的众叛亲离，所以他的这个决定呢，就是一个致命性的决定。不过这个决定，我认为不能全部都归责于拜登。我觉得全世界现在众口一词的来追责拜登，我觉得多多少少有一点不公平，因为必定和塔利班所签署的这个撤军协议是川普签署的呀。而且，川普签署的这个撤军协议定的日期是5月1日，而拜登把它推迟到了9/11。我觉得怎么能全部都怪拜登呢？拜登确实也挺委屈的。那拜登上礼拜的时候呢，在戴维营休假，对吧？大家都知道，但是他这个休假呢就被阿富汗的局势呢给搅了，也搞得这个老头呢身心疲惫。他在昨天的时候又回到他老家，他说他太疲惫了，需要回老家进行休息，还要再次的休假。看来这个拜登啊实在是太老了，不能够胜任总统的职责。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